薛家强，前红英坐馆，冇做坐馆之后去咗泰国搞毒品生意。红英啊散咗，总之而家边个出得起钱，我咪帮边个啦。你个二五仔，我仲会信你？我做卧底，搵条命嚟搏噶，到头嚟咧，俾你自己人屈翻转头。阿仙啊，你系我 handler， 我同你拍，我觉得好安心。你差唔多比我想象中仲更加得人惊。如果你个目标系唐浩洋，将来好有可能我哋由朋友变成敌人。只要可以知道阿丁下落，我未当做，我不负所望，将个女警杀死。就算判了你条命，我都帮阿丁报仇。我要全世界知道长兄唔系只系姓魏噶。有咗 SIA， 我就可以做我想做嘅嘢。如果班人真系嚟报仇嘅话，我拼咗条老命都会报你。所有人都是承受到一个卧底背负的东西。